首先第一步，在氧弹里面先加10毫升的水，大体先演示一下，加10毫升水加进去，然后氧弹上面绑点火丝，可以，这个点火丝让我放起，先压一边，再压另外一边。等它稍松一点，然后这边一压，好，给压紧了。然后系棉线，一根棉线。好，手一戳，就得行了。然后下一步拿干锅称样品。没事，先主要演示一下。天平归零。烧成那个颜色了啊。对，先放干锅。好，重量不要，等它数字不变的时候，归零。好，加点苯甲酸。称一下它的重量，一般就是0.9克左右，0.9几不到一克。好，9837，9835，记下来就行了。记下来。9835。然后放进去，把这个棉线丢进去，把这个苯甲酸压到这个棉线。好了，放到氧弹里面，然后拧上盖。好，现在开始充氧，卡住，先看一下，用手先卡一下，对，一卡往上一放，手一松，好，一推，充上30秒钟，你看它的压力，最后会跟这儿的压力是。